日柱纹为特殊掌纹，也叫事业线、命运线、成天纹。此线纹的名字有很多的叫法，日柱纹络笔直，直冲天纹，由此首相者。事业运极佳，财气旺盛，然财势多为辛劳所得，奔波劳累，以养生计，一身单独自立来支持其事业，全无他人帮助，负担甚重，自身性格老实，不善言语，沟通不畅，夫妻关系紧张不和，少恩爱，常争吵，平心静气，和缓交流，彼此体贴，可解婚姻不顺，